你是前辈还是辣妹？前辈。有多钱？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叫什么事嘞？曼斯美颜，叫莉亚就行。1.73米，晋江开始的。还是不要查手机了吧，会查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看了反而会不开心。想对下一任说什么？就是不要绿我吧。跟帅哥搞对象是什么感觉？没谈过帅哥。但是你长这么好看啊。但是谈不到帅哥呀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呀，没有遇到过呀。哪个？1.66米，上海人。你是什么性格？挺一的，挺外向的。最让艺人破防的瞬间是什么？跟别人搭话，别人不理我。你是甜妹还是辣妹？甜妹。有多甜？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比较喜欢什么样子啊？干净一点的，然后人品好一点就好了。假如一个腹肌大帅哥壁咚你怎么办？不是很喜欢腹肌很大的。那你喜欢什么样子啊？我就喜欢白又瘦。哪里香？哪哪都香，看着就很可爱。可以用新疆话介绍一下自己吗？叫什么事嘞？曼斯美颜，叫莉亚就行。1.73米，晋江开始的。你跟他有什么爱好呀？旅行算吗？算的。星座呢？白羊座。你觉得女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？漂亮、年轻、有钱。明白。男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？搞钱。理想型可以说吗？温柔一些吧。颜值重要吗？不重要。为什么？他是说找个帅帅的男朋友会心情愉悦之类的。因为长得帅的不靠谱。在上海月入8000是什么水平？如果是租房的话，刚好够的水平吧。那月入8000可以和你谈恋爱吗？可以。哇啊，叫我猫莉就好了。我是上海人。310吗？对，310。那什么是你谈过恋爱才知道的事儿？还是不要查手机了吧，会查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看了反而会不开心，就还不如不知道。想对下一任说什么？就是不要绿我吧。跟你搞对象有什么好处？可以免费学英语，我是教国际课程的。女人最好的医美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内在吧。在什么样的瞬间会想要谈一段恋爱了？看韩剧的时候吧。现在有个双开门帅哥壁咚你怎么办？好想逃。拿捏你的最快方式是